我们讲一下这个腰膝部啊，那么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腰椎疼痛啊，腰椎二、腰骶一、骶骶韧带、大转子外上属于撞击。那么现在不是两侧都打啊，具体呢，我们就通过片子啊来看的。脊柱旁啊，松解这个脊柱旁，松解脊柱旁呢，一会儿我们去扎完了以后便下地啊，咱们也想立个这个，一会儿我们可以扎完了就可以看效果。这是我们扎之前。我就能告诉你，一会儿下地就减轻啊，没问题的。这是腰骶，再就是这地方，我们说这个地方啊，它是有痛点的，有炎性点，不是凭空想象这样的啊。这是骶骶的韧带。这地方有痛点，所以我们扎的时候是有阳性点的。这地方还疼吗？现在不疼了哈。哎，刚才按着，刚才按着，对，刚才按着是疼的，特别疼，现在不明显了啊。这地方也，哎，那不都能承受了？哎，您看您嫩，我怎么跟刚才不一样了？对，这是腰方肌，腰方肌就是大胯这块疼啊。嗯，扎这治疗也很简单，腰方肌。腰方肌呢，止于这个髂骨上缘，在竖脊肌的外侧髂脊缘上找痛点，找这个。那么它有问题的话呢，主要的症状就是臀部大胯区域疼痛。这儿现在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好了。现在咱们你猛我你这疼了。好了。那不疼了。来测一下身。哎。嗯。好。现在翻身还疼吗？啊。翻身。不疼了。刚才翻身非常利索呀。对，这健康一点不疼。俺都翻了，好不如姐。哎呀，不好，膝盖也是疼彻底了。小腿疼是吧？嗯。小腿抽筋吗？抽筋有时候，连脚豆都抽。好了，这就扎完了，腰四步啊，扎完了。就是刚才这个病人的片子啊，病人67岁是吧？对。哎，67岁。那么侧位它的曲度来讲还可以啊，正位曲度呢，正位这个侧弯，向右侧弯，明显的右侧弯，这就是腰大肌的影像。那么右侧弯我们扎右边，扎什么？看骨盆，我们看骨盆，两侧的骨盆不是太明显啊，但我们仔细看它的闭孔，坐骨闭孔这边大，坐骨闭孔这边大就代表这边的骨盆小，那骨盆小我们就扎腰大肌。我刚才松解的腰椎二脊柱旁就是松解的。还有这个腿抽筋，腿抽筋的话用我们的方法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啊。委中刺一下，不要劈叉，撑开。哇，这样子。两个鸡斧头，内侧这个地方找的是找这个痛，找这个挑锁的痛点，不需要劈叉。好了，今天就好了。跟原来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现在疼吗？大胯。不疼。哎呀，刚来。我前面走了，我前面走了。哎呀，可好。不一样啊。那就才一次，你看看。要不说必得试试，我说的，不行，我就得看着。我那。你扎之前不就忘了吗？那医院了，你老在外在那还是医院？在边上住院呢还。啊。不太管，有效的边上。好。哎呀，轻松死我了。
Thank you.